不叫 Cosmos， 我们叫 Design Validation， 设计认证。为什么要改这样？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目的啊，就是要让你的分析设计化，设计分析化。这科技1997年、哦、然后大概成立有将近11年的、那个历史。那我们的价值跟我们的价值的地方在我们累积11年的一个客户辅导的经验，跟技术的团队的累积的一些经验，那去协助我们的客户，让他们的生产力有更大的一个进步，提升他们产品的一个品质、哦、那我们产品是提供一个 total solution、哦、从产品的设计到分析到加工，然后到资料管理，然后到专案管理，就都一系列我们提供工厂台湾的制造业一个 total 的 solution、哦、你要在生产的整个流程当中有需要什么样的一个 solution， 实威都是你最好的一个顾问。